请问你的梦想是什么？你第一次给了谁？你是不是早泄？这只是一个约会，你们可不可以放过我？他背着我出去，他还拿了一个避孕套。林凯龙，你还敢说这不是去约炮？哎，说好了不跟着我的，你不离我远点？你个贼铺盖，我顶你个肺！同庆，冷静。那我现在跟你讲国语了，你叫啥名字？清风卷。